川普控中共害入希拉里电邮，要求 FBI 和司法部采取行动。美国总统川普在开启新战场，指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电子邮件遭中共害入，要求美国联邦调查局、FBI 和司法部门出招应对。赞助商链接，赞助商链接，川普要求 FBI 和司法部门采取行动。综合外媒报道，川普在推特上写道，内含许多机密资讯的希拉里电子邮件遭到中共骇客入侵，认为接下来最好由 FBI 和司法部采取行动，否则在经历一连串的负面事件后，这两个部门的信用将跌到谷底。